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丹麦的齐宾加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晚期淋巴癌白血病的父亲，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神奇康复，心灵法门令人生充满光明与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舍命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能有幸得此殊胜机缘，在此分享我的学佛感悟。分享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原谅，请恩师原谅。我叫齐宾加，来自于丹麦，是一名商业管理学博士，先后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我是2012年8月接触心灵法门并开始学佛念经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把佛学捧若至宝，每天热衷于如数念经，在他们眼中我俨然是一位怪人。其实我接受佛法也是有过程的，是在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坚信菩萨的真实存在和佛法的无穷力量。在修习心灵法门的六年中，通过自身念经修行，帮助解决了生活中方方面面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和烦恼，我收获了佛法真实的利益，我的生活家庭发生了诸多可喜的变化。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身患晚期淋巴癌白血病的父亲通过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神奇康复的经历。2016年11月底，我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用微弱无力的声音告诉我，他被确诊为淋巴癌，当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父亲是军人出身，平时特别注重锻炼养生，虽已年逾七旬，但精神矍铄，身体强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世事无常。我尽快订好了机票回国探望父亲。我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住院经过了一次化疗，父亲看起来整个人都垮掉了，憔悴虚弱，已经消瘦成皮包骨。主任医师对我说，父亲病情非常严重，是晚期淋巴瘤白血病，生命最多还有3个月，而且化疗期间如果病情恶化，随时可能走人。在得知这个诊断结果后，我不禁伤心的泪流满面，但我并没有心灰意冷，手足无措。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坚信，只要父亲相信观世音菩萨，依靠菩萨的慈悲法力，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病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因为有太多的真实案例让我相信，得了癌症也还有一线希望。虽然父亲一向比较固执，对学佛从来不感兴趣，但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下，倔强的父亲一改常态，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尽快设佛台，并开始念经如数。父亲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观世音菩萨不但给了父亲这个机会，借此契机也更激发了我好好学佛、努力修行的意念。我回到丹麦后，在观音堂观世音菩萨妈妈面前为父亲诚心许愿，1000张小房子度过劫难，为父亲放生10000条鱼，注印经书及师父弘法书籍，并要亲自发书度人，发愿1年以内度至少100人，将助缘新加坡法会一半的功德转给父亲，保佑父亲消除业障、化解怨结、早日康复，并发愿父亲病情好转以后，
待父亲现身说法，让更多人相信真的有菩萨存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2017年2月，父亲化疗后造成肺部积水感染，咳嗽得很厉害，高烧不退，血小板降到更低，病情几度陷入危急。为了帮助病重的父亲，我参加了新加坡的灵山大法会。新加坡80000人大法会非常殊胜，现场的气氛和心灵得到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我亲眼所证，法会现场飘舞着漫天的曼陀罗花，现场阵阵檀香，我控制不住自己满眼的热泪，我真切地感受到菩萨强大的加持力，我更加坚定了救助父亲的信心。新加坡法会后，我将一半的功德转给了父亲，奇迹真的又一次发生了，病危的父亲转危为安了，病情逐渐趋于稳定。伴随着我们的信力和愿力，运用三大法宝并配合各种治疗，经过1年多的努力，父亲的病情出现了转机。今年5月份得到的血常规检验，各项指标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父亲终于重获新生，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给予父亲第二次生命，同时也给了父亲慧命。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再一次得到验证，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回顾这6年的学佛历程，我百感交集，父亲和我都经历了生死边缘的挣扎，我有太多的感叹和感悟，也特别感谢这些磨难恐惧，让我更深一层地去体悟人生苦空无常。当劫难来临时，人真的很渺小，生命真的很脆弱，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所说的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生死，其他什么都是过眼云烟。这些经历让我慢慢学会了放下，体会到了佛法的珍贵，更加坚信佛法真的能改变命运。即使定业来临，通过佛力、忏悔力、加持力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也特别感恩师父能将这么好的法门传给我们，让我们领悟佛法，懂因知果，教我们用三大法宝自救救他，让我们在最艰难最无助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如果没有遇到心灵法门，也许我和父亲的生命已经止步。在此我想用亲身的经历跟诸位佛友说，佛法难闻今已闻，名师难遇今已遇，请珍惜我们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尽早的闻见佛法，不要再犹豫徘徊了。灾难随时都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要等到灾难降临再临时抱佛脚。再一次无比感恩今生有缘得遇佛法中的人间妙法心灵法门，感恩佛菩萨对我们全家人的护佑。在此我愿与大家一道珍惜师父，珍惜机缘，坚定学佛的信心，早证菩提，离苦得乐。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舍命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